是电塔少女实习生婷一，在这边先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啦！虽然没有红包可以拿，但我还是会乖乖抱手电报的。今年的 Google I/O 大会与微软的 Build 大会撞齐啦，同样都是在五月初举办的开发者大会。虽然软体应该才是主角才对，不过大家似乎也很期待硬体方面的表现呢。像是 Google Home 和微软的混合实境等等。而根据这一次 Google 给的线索，有人推测下一版的 Android 代号 P 就是 Pineapple 啦。那继上一次的 Oreo 之后，究竟是凤梨呢？这一切都将在大会中解开谜题啦，大家就敬请期待吧。Square Enix 与迪士尼合作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王国之心三》最近推出了全新的宣传片啦。在新的宣传片中，主角索拉与高飞、唐老鸭一起来到了怪兽电力公司的世界，和毛怪大眼仔以及阿布共同对抗无心者与新的 Certains 机关。除了去年曝光的《玩具总动员》之外，这次还加入了《魔法奇缘》和小美人鱼的角色场景。虽然目前还是没有明确的发布时间，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它将于2018代 PS4 和 Xbox One 登场咯。大家有没有过家人朋友在回家的路上手机突然没电，结果联系不到对方，整个很紧张又担心的经验呢？ Android 版的 Google Maps 测试版显示，未来可能可以和对方分享你的手机剩余电量以及到达某个地点的确切时间，这样就可以让朋友知道你的状况，减少担心你的情况咯。还要一段时间才会看到这些新功能，不过婷一个人是觉得还蛮实用的，希望 Google Maps 赶快推出咯。那喜欢这个影片记得按个 like， 然后订阅电塔少女 YouTube 频道，还有过年期间记得不要吃太多，不然站上体重就会哭出来的。我们下次见啦，拜拜。